这个普通的笔记本上所记载的是一些极不普通的内容，一个个电话号码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而笔记本的主人就是这个名叫郎春燕的女人。他当时跟我讲的很明确的，他说你不要问我，就是我包括第一次提审啊第二次提审啊，他跟我讲，他说你不要问我，我知道你们只要查清我肯定是死刑，你们能查多少你们就查多少。我就这一趟就是三个，那肯定就是死罪了，所以我就是那么想的。这个女人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使她认定自己将必死无疑？一切的一切要从云南开往南京的一趟火车说起。2007年5月24日，由昆明开往南京西的 K156次列车平稳地驶入站台。旅客们纷纷往出站口走去，而就在熙熙攘攘的出站旅客中，有四名女子却被民警拦住了去路。原来这四名女子在车上种种奇怪的表现早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在车厢内巡视的乘警发现，在相连的四个部位上，这四名女子每人怀抱一名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面对乘警的询问，他们给出了一模一样的回答。小孩来源都是自己生的，目的都是走亲访友，都是以这种理由。他们的回答难以让人信服，更多的细节表明其中有蹊跷。这几个女人的年龄首先让民警产生了疑问，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16岁都不到，还有30几岁的，全吃不起的。四名妇女中唯一的年轻女孩说自己也是妈妈，更是让人难以相信。这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么小这个有生育经历呢，这可能性不是太大。四个刚刚生育不久、年龄有老有小的妇女，带着几乎同时出生的婴儿，又一起登上了从云南开往南京的列车。难道这真是一场巧合吗？而更奇怪的是，他们的车票号码还连在了一起。四个人是连票，啊，同一个地方上，同一个地方下，但是他们分别说都不认识。疑虑重重，乘警却没有轻易惊动这几个奇怪的母亲，而是暗暗地对他们再进行观察。往返行驶过程中间呢，越看嫌疑越大，越看疑点越多。乘警悄悄地向周围的旅客进行了解，旅客证实这四名妇女在长达3天2夜的旅途中并未哺乳过婴儿，只是偶尔喂些奶粉。正常一个月左右的小孩，我们通常讲的一般，你做母亲的都应该是母乳喂养。但是这四个嫌疑人在路途中间基本上都是用奶瓶喂养。奇怪的母亲最终被带到了南京站派出所进行讯问。对这四个人进行进一步调查后，民警发现这四人不但互相相识，而且其中三名中年妇女还是姊妹三个，尤其是排行老二的郎春燕异常的镇定和老练，引起了民警的重点怀疑。我感觉这个女的好像很不简单嘛，你只要不牵扯到小孩的事，问什么她都给你侃侃而谈，很能讲的。这个女的一旦问到就是关于她带着个小孩的事，她就会啊，这小孩马上换尿布啊，去就在旁边摆弄着小孩啊，他就是不沉默不语。郎春燕面对讯问，要么东拉西扯，要么保持沉默，应对审讯非常老练。哦，他讲这四小孩其中一个小孩是我的，剩下小孩他不说话了。
她的两个姐妹也是竭力推脱，郎家三姐妹的不合作让民警转移了主攻方向。四个人中最年轻的女孩丁小兰首先被民警攻破，而后郎春燕的姐妹也开始有所交代。当民警带着这些掌握的线索再次面对郎春燕时，她终于吐口了。就这一起案子，她就讲说是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到这个云南各地，通过这个丁发昌就买了这个三个那个小孩，准备带到山东那个潭城那边去卖给人家。至于要将孩子卖到哪里，这几人均声称他们是第一次作案，还没有明确的买主。可是这个郎春燕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却让人觉得疑点重重。手法手段比较老练，不像是新手，绝对不是第一次，是吧？背后可能隐藏着这个大量的犯罪事实。乘坐火车来转运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因为目前咱们国家的铁路交通运输还是比较发达在很多地方都是有铁路的，对犯罪分子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价格低廉的一种运输方式，而且在本身在火车上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能够查清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是不是被拐来的，是有难度的。据郎春燕交代，给他们提供婴儿的上家是云南的刀秀芬和丁发昌，警方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追查出贩卖婴儿的源头。郎春燕等人落网的第二天，远在云南元阳县的上县刀秀芬和丁发昌就被南京警方成功缉拿。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怎么也想不出警方的行动会这么快，因为即使飞到云南昆明再赶到元阳县还需要一天的车程。那我们25号晚上就出现在他家里面，他不是感到很奇怪吗？说怎么你就做什么来也没有那么快啊。这次的抓捕行动能够如此神速，是因为南京站派出所的副所长刘云此时恰好在云南办理另一桩案件，他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快速赶到元阳县配合南京方面的行动。我立马就把手上的事放掉以后呢，就带着两个人就连当天就赶到这个元阳。云南的抓捕牵出了更多的线索，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也纷纷落网。种种细节表明，这伙贩卖婴儿的人贩子作案绝非偶然。他们对这个婴儿的称呼是什么？就是称呼叫小货，在手机短信上面就这样写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小货，今年3岁啊，或者今年2岁啊，或者是几个月啊，你看你要不要他。我当时我们抓到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手机上很多这种短消息。刀秀芬和丁发昌的落网让民警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郎春燕等人绝不是第一次拐卖婴儿。初步的调查显示，他们从刀秀芬和丁发昌等人手中就曾买过十几名婴儿，这些孩子都去了哪里？帮助郎春燕在山东联系买卖婴儿的下家又是谁？要想揭开谜底，对郎春燕的审讯是关键。郎春燕到底隐藏了多少真相呢？到底有多少小生命曾经被他们像商品一样买卖，流入他乡？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落网很有可能惊动其他的漏网之鱼，那些被拐卖的婴儿也很可能被藏匿起来。季建荣知道这一场审讯是一场不能输掉的较量，就是说审这个郎春燕这个人必须要掌握他的心态，你才能把他嘴撬开。郎春燕的笔记本上记载着很多买卖婴儿的联系资料，另外郎春燕还写下了一些别的文字，从其中的一些片段可以看出郎春燕内心的挣扎。字里行间，这个女人内心的脉络被季建荣洞察。跟她从这个母性上面谈，她不是个女同志吗？她自己也有女儿。
对待这个有些特别的犯罪嫌疑人，季建荣也特别注意审讯的方式。他作为犯罪嫌疑人，他在这个人上面，就人格上面，我们应当要是说作为我们办案人应当要尊重他的，就是说我们之间应当建立互相信任，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这样一个冷酷的犯罪嫌疑人。季建荣的方式能否奏效？前面审了两天班，他都没掉一滴眼泪，就是第三天凌晨他哭了一个讲头疼，就是说我们明天我再跟你如实地把这个事就是讲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认为火候已经到了。民警早就预料到郎春燕身后一定藏着一个贩卖团伙，而郎春燕的供述让民警感到事情远远超出了想象。这案件越滚越大，涉案人员这个越抓越多。郎春燕身后是一个集拐卖运销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他通过云南的人贩子刀秀芬、丁发昌等人收购婴儿，运回山东，再高价转手卖给当地的人贩子谋取暴利。而在山东帮郎春燕寻找婴儿买家的正是他的丈夫沈玉洲，沈玉洲很快被抓捕归案。根据郎春燕、沈玉洲等人的初步交代，自2005年起，他们就干起了贩卖婴儿的营生，至今贩卖了多少，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巨大的利益刺激让这伙人的贩卖行为几近疯狂。主犯在路途上，刚刚人带到那个地头，那边有一小孩，又有人中间送上车。就是几天中间，他又要三批左右的小孩源源不断的往这个山东这一块运来。2007年6月23日，两队民警同时出发，一组乘火车南下云南，继续抓捕其余的人贩子；另外一个由12名侦查员组成的抓捕小组，则驱车北上山东郯城。他们身上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双重职责，抓捕人犯，解救被拐婴儿。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他们很快查明了第一个抓捕目标的详细信息。这个中年女人叫高永业，她曾经从郎春燕手里买过5名婴儿。找到高永业后，民警却仍然找不到被拐卖的婴儿。原来这些幼小的生命已经被高永业再次倒手卖了出去。高永业交代，他曾经通过一个叫徐之英的女人将婴儿贩卖出去，只有找到了徐之英才能知道婴儿的最终落脚点。可是对于徐之英的具体情况，高永业也是知之甚少。他也只知道这个人大概多大年龄，是吧？大概是哪一个地方的人，但是他提供了一个呢，就是这个人现在应该在县医院做清洁工。民警马上赶往当地县医院寻找嫌疑人徐志英。搞卫生的那个功能呢有好几个，我们也不能公公开开的，也只能采取什么的，一种观察查访，啊，把所有的对象先找到过滤一遍。民警很快锁定了一个中年妇女，将她带出询问。找来以后，最后一看，最后不是她。这个徐志英到底是哪一个？民警的行动会不会已经惊动了她？在担心中继续寻找，这次民警终于锁定了正确的目标。可是面对民警的突然出现，徐志英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配合，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面对嫌疑人的胡搅蛮缠，民警想到了一个妙计，让他
看到我们抓的高永业从窗子外面经过，故意让他看到，看看他是不是他？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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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这次突然的见面，徐志英是完全没有准备的。看到以后，我当时记得很清楚，他脸色就变了，脸色当时就变了。徐志英看到贩卖婴儿的事情已经败露，开始哭哭啼啼地交代婴儿的下落，而他交代的案情又让民警感到特别紧张。原来有一个婴儿被徐志英卖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如果徐志英被捕的消息走漏，婴儿很可能被转移藏匿。民警马上让徐志英带路，找到了收买婴儿的人家。到了这家人家以后，确确实实有这么一个小孩，所谓养父母也都在家，我们又初步的询问一下这小孩是怎么来的，他讲是买来的。找到了被拐卖的婴儿，民警们必须要快速转移，因为周围的村庄很可能藏匿着其他被拐卖的婴儿。民警的行动越快，消息走漏的可能性越小。我们必须要跟时间赛跑啊，你要如果瞒了他，小孩就转移掉了。可是当民警顺利地将婴儿从村子里解救出来，刚舒了一口气，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徐志英给民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确确实实就没想到他在解救的时候给我们玩了一个障眼法。民警怀中的孩子安然入睡，这似乎是一场完美的解救。可是详细核查情况时，问题出现了。婴儿的养父虽然承认孩子是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可他却根本不认识徐志英。他故意呢，就是说先耍了个花头，怎么花头呢？就是说带到前面一家，不是真正收买小孩这一家，他实际上就通过我们到这一家给真正收买小孩的去通风报信去。发现受骗，民警马上再次返回村庄，可是来到真正收买婴儿的人家后，却发现徐志英的偷梁换柱得逞了，这家已经是人去楼空。这张照片上这个可爱的婴儿就是民警要寻找的孩子，种种迹象表明他们都刚刚离开不久，这个男婴难道就要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吗？围观的村民越聚越多，民警决定开展攻心战，告诉大家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这次宣传的效果如何，大家都悬着心。当晚九点，一个电话打到了解救小组。那个村长就打电话来了，说听到他家里有小孩的哭声。民警马上赶到了收买这个男婴的那户人家，这一次终于见到了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放过那个人。出战告捷，民警又开始寻找一个叫戈振芳的女人，从他的手里贩卖出了五名婴儿。警方了解到他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跑业务，可到了那里民警却扑了空。那个保险公司负责人已经讲，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星期，就是说已经被露面了。难道他听到了上线沈玉洲落网的风声，已经逃之夭夭？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又介绍了一个情况，每到周五，业务员都会到公司来交款。
死了的那一天，他当时他就没来。记得这前面啊，一个嫌疑人消失，就意味着被他贩卖的所有婴儿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不知所踪。孩子找不到，前期的努力全部白费。民警们不甘心，决定再等机会。公司终于又联系到了葛振芳，他在电话里说家里有事耽搁了，第二天一定会来交款。民警又开始了守候，仔细辨认每一个出入的人。有时候正常的登坑时候的话，应该我们还是有这个耐心的。我们唯一的是怕什么呢？就怕错过这个人。长发不是？不是，就是长头发。我们整整憋了一天，一无所获。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民警也在细细回想。苦恼之时又获得了一个线索，周一有一个业务讲座，葛振芳很有可能在那里出现。这会是一个机会，还是另外一次没有收获的行动？这次的行动，葛振芳终于落网。问明了婴儿的下落，民警又开始新一轮的解救工作。不是，那你那个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国家规定不能买卖小。就这么说，我们正常解救，你们不妥哎，我们不对劲，你们是。整个的解救过程也常常有戏剧化的场景出现。我就看到我前面大概距离我有四五十米左右，有个老太太抱了一个小孩。匆匆忙忙的就跨过这条路啊，往田里走过去了。正常的话呢，应该将他从路上走，他不应该从没有路的田里边走。民警忙追了上去，正如民警所料，这个婴儿也是一名被拐卖的孩子。随着人贩子的一一落网，更多的被拐婴儿被解救了出来。民警们又多了一项任务，照顾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张万一那个小姑娘，张万一的别人抱就不要，她就要我抱。他们说是你女儿，就这样。被解救的孩子里有个小家伙生病了，民警马上把他带到了医院。我当时就在眼泪就那个了，就这在眼眶里面流，就不想那个。这看到这小孩真是可怜，他一句也不哭不闹的，带他打针什么的也不哭不闹的，反正就是睁那个大眼睛东张西望的。这个小生命能否扛过这次劫难呢？孩子转危为安，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解救工作顺利进行，抓捕工作也在继续。南京警方先后三次赴云南抓捕其余的人贩子，以郎春燕为首的这个集拐卖运销一条龙的贩婴团伙被逐步摧毁。
越来越多的线索也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得到解救。为了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孩子们都将被安置在福利院。几天的相处让民警对孩子们都非常舍不得。又是三五天就跟他已经建立感情了，他小孩他就领着你了。当时放下他们之后，就这个小孩认识我们了，就说就是使劲哭，然后不愿意我们走那种感觉。有一句话讲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在那种情况下，你觉得自己眼泪也就是在眼眶里面打转。这小孩我特别想他，当时抱着我也哭，他看到我哭他也哭，然后他拿手在抹我的眼泪。我觉得这小孩真是现在都想他，现在反正怎么讲呢，就一年都没见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想他。解救工作虽然顺利，面对分离的场面，民警们的心里却是沉甸甸的。跟养父母分手的时候，分开的时候哭的那个惨象，真是我们好多男同志都掉泪，真是那个场面是不能看的。所以我们也跟他们这些收买小孩的家长讲，你实际上你不但花了钱，你这个感情也投入进去了，到最后的话，那痛苦的还是你自己啊。因为本身你收买被拐的儿童就是犯罪啊，他把自己的幸福啊，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被拐儿童的家长的痛苦之上的啊，这个是需要把这个孩子解救出来，这个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啊，必须解救。虽然撕心裂肺，可这也是不可避免要承受的。从人贩子手中收买孩子的人们可曾想到，自己的行为助长了人贩子的恶行？没有血缘关系的分离场面尚且如此，这些孩子的亲生父母面对骨肉离散，又要承受多大的痛苦？虽然小孩还是必须通过一个合法的一个途径啊。小孩他不是商品，不能够进行买卖。小孩只要一出生，包括父母都没有权私自去处置他。而这其中受害最深的正是那些被拐卖的孩子，当他们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真相，人生中又将留下多大的阴影。是在你这个所谓的养父母家里面啊，就这些买小孩人家，你长得再好，条件再好，你毕竟你不知道你兄弟姐妹啊，你的父母啊，你的根在什么地方，他是很痛苦的。而这一切悲剧的制造者郎春燕团伙却为他们的行为编造了一个理由，他们居然说自己是为了给孩子找个更好的归宿。就说他自己干这种违法犯罪的事，为了自己良心比较暗，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可是嫌疑人在贩运孩子过程中的种种行径却证明了他们的口是心非。就是他们基本上是保证小孩不饿死，并不让他吃得太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吃饱喝足，小孩他要有进去的还有出来，他是比较麻烦。所以他们仅仅就是说保证他这个里头中间这个不死，就用王春燕话讲，他死了一个小孩他就亏本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很直接，就是为了牟利，就是为了好处。而对于那些在贩卖过程中生病的孩子，他们的做法更加令人发指。为了不损失所谓的成本，他们不会给孩子做治疗，
而是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用一个纸箱子一装，到一条马路边上跑一段路，往路边一摔，像摔个那个小猫小狗一样的，随便把它处理掉了。只要是拐卖妇女儿童，就是5到10年的有期徒刑，并且有8种情况是可以处到最高死刑的。你比如首要分子，你比如拐卖三个人以上的，你比如你偷盗营业额的，再就因为你的拐卖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他的家属重伤死亡，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社会后果。其实，在内心深处，郎春燕自己都觉得良心难安。不管政府怎么判我，我都认罪伏法，我自己做错了。我也没有权利去教育我自己的子女，自己是一个罪人。2008年8月1日，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南京公开开庭，对这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件进行宣判。经公诉机关指控，并经法庭查证，郎春燕和其丈夫沈玉洲分别参与作案30起和24起，贩卖婴儿40名和34名。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判处郎春燕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沈玉洲无期徒刑，均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刀秀芬等其余21名被告人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